酸菜鱼的做法，准备食材：草鱼、酸菜、干辣椒、胡椒粉、盐、花椒、姜、蒜、小葱、料酒。一、将葱、姜、干辣椒、花椒、小葱切断，西红柿切成块状。二、鱼洗净后切成鱼肉片，鱼骨和鱼头分离。三、往锅内倒入少量油，并放入酸菜炒干作为备用。四、另起锅，往里面倒入少量油和鱼头、鱼骨煎炒，加入清水熬白后，倒入酸菜、西红柿一起煮。五、将汤汁留于锅内，锅内的食物全部捞出，放于碗中铺底，再把鱼片放入锅内，汤汁煮30到60秒。六、最后把鱼片捞出放入碗内，撒上干辣椒、胡椒粉、小葱、花椒后，再另起锅烧油至60度热，浇在上面，美味可口的酸菜鱼就出锅了。